笑。大家好，我是34号选手吕静。能够参加这次活动并且成功晋级，与许多选手一起拍摄广告，使我很开心。我感觉每一次比赛都是一次成长。感谢唐山电视台给我这次机会，无论能否晋级，我将会继续努力。练舞这么多年，脉动一直是我的最好搭档，随时给我补充体能，我青春的动力脉动。有完没完了？参加这次大赛，我非常高兴，能和这么多专业的老师在一起合作，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。我想，不管最后结果如何，非常感谢唐山电视台能举办这次活动，给我们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，谢谢。脉动，脉动你激情的脚步。大家好，我是139号赵焕清，很高兴能够在初赛直接晋级，一直走到现在。在这次比赛当中，我认识了许多好朋友，并且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。我觉得不管最后结果怎样，我都会笑着去面对，我会坚持我的梦想一直走下去，我会加油的，请大家支持我。心随我动，脉动。
大家好，我是26号选手史丽颖，我是一个喜欢舞蹈，活泼开朗的女孩，曾经也参加过很多模特大赛，但是广告模特还是我第一次参加。在近距离的镜头下，我看到了很多自己的不足，所以希望能通过这次大赛学习到很多的演艺知识，从而能很好的提高自己。谢谢大家。脉动，相信自己，行动起来。点燃青春激情，绽放青春光彩，脉动功能维生素营养饮料，多种口味伴随在我们身边。这次比赛我是抱着学习来的，通过这次比赛我认识了许多朋友，收获了不少关于拍摄广告方面的乐趣。如果说我失败了，我不会气馁，因为失败也是一种进步，也是一种成功的动力。如果说我成功了，那么我会感谢我的编导、摄像、家人、老师以及同学的支持和帮助，谢谢。哎，这道题怎么这么难呢？真让人费解。哎，脉动，点燃青春激情，绽放青春光彩，脉动功能维生素营养饮料，多种口味伴随在我们身边。开牌，你的开牌，重新来，重新来。能够参加这次比赛，我感觉很高兴。能跟咱们的编导、摄影在一起，我感觉很开心，而感觉都很亲切、很温暖。如果我要是能够获奖，我会表现得更加出色。如果不能获奖呢，我以后会继续努力。不抛弃，不放弃，我是一只勇敢的燕子，我要在天空自由地飞行。希望大家相信我，支持我，谢谢。给我力量，伴我前行。追求雷和闪电。